舒服。这人非常的猥琐，他先买鞋子，不过他买的很对啊，先买鞋子，我确实不好打得到他，连摸都摸不到他，这个人会玩的。那就从兵线上面下手，疯狂推线到他塔下，让他不好补。他又没蓝了，有点痛啊，给一会给他 Q R 给打死了，他蓝是够的，我得骗他一发 Q 才行，骗他一发 Q 就不用怕了。他的蓝马上有了，他的站位什么的都很猥琐，我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谢地球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的办卡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干嘛？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想 Q 阿苗我，那我直接吃 W， 我都不等的，直接吃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先出法杖鞋，他伤害很高的。给我乖乖出来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应该闪现躲 Q 的，怎么这么痛呀？我操了个香蕉螺旋爆炸菠萝皮！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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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会儿出个大影魔刀，出个大影魔刀横着走。老鼠过来，想搞崩我，差点破开，失去灵魂。他们 AD 疯狂 legendary。应该死。第一次来看主播，有你万分之一实力了，关注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你万分之一实力，我死都闭眼了，说实话。我有影魔刀，你小子喜欢玩 AP？
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更多火药！我操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哟，憋死我！血亏血亏血亏，其实你要出这样之力还不如再出一个死亡之舞，还能更能砍一些，你把那些伤害全部移除加回血，而且他还有攻击力，表面上他是一个扛物理伤害的装备，他是一个护甲装备，其实如果你出了影魔刀加死亡之舞，你打完一个又打一个的话，这个是最好用的。乱修，啊！你还这还敢出来毒他？你不找死吗？我真不菜，这卡特玩的可以，他把我统治全躲了。很厉害呀，好吗？再说，嘴巴都给你打肿。更多火药！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烧吧！不是今天。怎么胆子这么大的，他们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，胆子是真的肥啊，这样玩游戏的呀。你看好手多了，悲惨一无所知，还是大龙拿的。该死了你！土狗在骨头上刻字了。老鼠来做眼呢，你他妈跑去带线的吗，大哥？要被蹲了。哎呦我操，牛逼，鼠哥，鼠哥六六六。被割开的喉咙。他小法装备已经很好了，他快帽子了。难受，哎呀我操，
你他妈的！你小子别让我逮住你！等老鼠过去。他们赢肉火了，又推不了了。飞过来了，那就你了，那么多闪，套，这不破高地吗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你别急，你别急，别他妈被秒了，让我来，老子一枪他就得死。我操！哎，永恩怎么又死了呀？玩的头疼。你他妈你神了你！有病啊，你怎么又死了？这玩个毛啊，这样玩好累啊，说实话，我们抓单他们，然后我们还要被他们找机会抓我们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不拿龙，看一下能不能把高地丢啊。你这还离谱一些，大哥们，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我真的好累呀、啊，老子筒子都连不了了。就说你们正常一点，很好赢的。推中不好推吧，你看小法又复活了。防不了，太难了，一瞬间就死了，点个投降吓吓他们，他们一直觉得不会输不会输，妈的跟神经病似的，但是我感觉赢不了了，说实话处理不掉对面的。
老鼠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家也不守，现在才回家，正面也不来打，家也不守，那么有毛病似的。小法又要活了，我怎么感觉这把的复活时间都好快呀？说实话。没有兵线，死亡轰炸！我操！我影魔刀还有五秒。兵线有没了？哎 ，AD 又要火了。一定要一波啊！一定要一波啊！水龙，水龙马，水龙啊！只有两个，你刷你妈的红呢？是不是有病啊？老子挂机了，我跟你讲。妈的，这样恶心人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赶紧冲冲冲！输了输了输了，拉倒！老子受不了你们了！赶紧输输输输了，拉倒！都一秒都受不了你们了。他妈有病似的！你要偷家，你刚刚就别回啊！你他妈的，滚！你要偷家，你刚刚为什么要回家呢？人家 AD 二还有二十秒复活，你不想着去偷？要人家 AD 复活，你先回家再出门巨头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们有病啊！你们真的是服了，这种人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他要回家守呢。先拿大龙吧，这没办法，很累。那输了，感觉又不甘心。好像可以一波，快快快快！老子一秒都受不了了。
背叛就像在伤口上的大点一样。终于拿下了，末日还偷家去了，我操，这末对面末日偷家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末日偷家去了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给主播点个订阅吧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兄弟们的订阅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末日偷家去了才是点中之点。我要用所有的一切轰炸他们。这个塔这么多血，他没兵线，闪现，他闪现至少没撞墙。说实话，他能有这种思路，但是他闪现至少还没有撞墙。你看，我操！这，说实话，他要是回家，就这种时候，他跳大出来，跟他能不能一块打的？他不如来这边跳个大，他妈的，他这去偷家太离谱了，讲实话。这咋想的呀？就 A 了两下 ，A 了三下，加满了。我再看看那个，给你看梦魇。你看，梦魇这个时候在这里回家是吧？如果他想偷家的话，他们 AD 还有29秒，那他就不应该回。他如果想偷家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回家呢？对吧？如果他想偷家，他就不能回的。结果他回了，他回了之后他不守，出了什么装备？回家并没有出到任何装备，他什么装备都没出。他放弃了这么好的位置回家了，他要偷家的话，你要还关灯呢，怕别人看到他，他还关灯呢，知道吗？他怕别人看到他，他还关灯。这个人，我你妈，怎么会有这么猪逼的人呢？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一个末日，一个梦魇，这俩根本就是一对的。他俩要是排一块去，就没有输不了的局。他死16次，知道吗？中单死他妈18次，辅助死17次。